换了一下打野之后，感觉现在几个老实了耶，兄弟们。啊，这怎么没死啊？哎呦，坏了，这么一有点不好搞。走，这贪婪反应快，加个闪现就跑了。干嘛？他无一有杀不死谁，杀不到这个萨米拉。把E搞出来，哎呦哎呦，不行，我这个E我都憋了。我还去学什么不垫一下呢，吓我一跳。我还把你头抢了，血太酸了，我E都不敢E，我有E的，那怎么没E？反正你死了，这个头我也能收。大胆。我实现了，关他两个把你砸了吗？他怎么搞我呀？我有余韧的。快六级了。你在干嘛？快给我交闪！这维克多把别人压到中二，他给他，不让别人吃刀。关键他压就算了，他还一边压一边要修图。快要死了，兄弟！这螳螂什么意思啊？这螳螂好像也吵架了。他这好了，我还不扛塔，不扛塔！我操，我真想给他卡死，他不扛塔，我应该走，我应该直接闪现退的。
维克多上把对面的三杠死，他为什么对面的骂？带着对面的骂干嘛？我还以为他是队友，他把他坑了，他给他猛骂。我也以为。搞得半天是对面的。这个、进来撞板 S 在上面了，谢谢零路啊，是你的法拉宝，有打不动的。哎，他这个 E 为什么要往你那边 E 啊？不应该是 E 我吗？还有坏了，再见啦！给妹妹，哎呀，坏了！妹妹表示我不要，给妹妹。哎，哎呦，坏了！这把维克都打得很认真啊，十二分钟刀也是没掉的。看得出来他是真的很想赢，这凌空啊，这凌哎，排位里面乌鸦 E 一下加多少血啊？都是一样，他一身魂系好像是五滴血吧。2v2里面加12。那2v2里面可能是 double， 那这里面应该是加6滴血。哎呀，这就是我不能好好安置你的原因。上分的话，心态肯定是要好的。那、你 S 怎么不撞啊？给你撞 S， 你这个等半天你不用。谢谢老板的法拉宝啊，谢谢。还有一空了，我想还行啊，那个新皮肤我看着，能 QE 说实话有点捞的。好像之前搞对面中单，鳄鱼来了。他没 E 哈 ，E 技能打断了。
啊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！还有一点血，还可以再喷一下。哇，这么难受！还好没在塔下，在塔下防御塔再帮你一下，你人要没的。我好像吃了两个平 A 伤害，吃了两个塔的伤害，不然应该死不了。这是我认为这把本德莱文出装最好的选点的，无论是容错还是各种非常的高。我觉得伤害高，容错虽然不高，伤害是真的不好吃。又输了，哎呦，都要搞我是为什么？都带着我搞，我可以给你回回血，受不了了，兄弟。那不能一直。